1430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神光天地线其中一个的节目主持人黎泽光牧师。今日同大家分享在这个疫情之下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们很感谢今日又能够请到 Doris 在我们中间，咁同埋 Doris 咧有个女嘅11岁，咁佢咧就系喺呢个疫情之下咧，我就想知道佢跟佢同先生跟佢女儿嘅，佢哋喺呢个疫情之下嘅生活同埋关系系点样嘅？系 Doris 你好，你好，你个女叫咩名啊？我个女叫 Ivana， 系佢两样语言都识讲啦，梗系系咪啊？系啊系啊，佢系可以用广东话驳嘴嘅。咁你哋喺疫情之下，父母同Ivana 嘅生活系点样咧？咁系其实系好得意嘅，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咧，咁佢就已经即系知道有呢个疫情啦。咁我亦都讲咗俾佢听系乜嘢嘅一回事。因为我要开始叫佢小心。咁嘅时候咧，佢就已经问咗一个问题，佢话呢个系咪世界末日嘅开始啊？咁样。咁虽然佢系啊，但我觉得其实佢嗰阵时系有少少担心嘅，可能都咁。但系因为嗰阵时又系接送紧放学啦，咁又要去好多活动啦，咁然之后我自己工作亦都好忙啦，咁我就冇乜再去深究呢件事。咁后来冇几耐，好快咧就变咗系喺网上面上堂啦。咁我同埋我先生咧都系好幸运地，当时系可以喺屋企度即系翻工咁样。咁我个工作咧就唔系唔係得閒咗，係忙咗好多。因為疫情嘅關係，好多轉變啦，好多即係加落嚟嘅嘢要做啦，咁樣。咁變咗佢初初嘅時候，因為佢不嬲喺學校翻學咧，我係完全唔使睇佢功課嘅。咁就變咗要睇佢功課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咦，好唔同咗喎，咁樣樣啦。咁又有陣時佢係問我功課嘅時候，我又唔得閒理佢住啦，咁樣咁變咗咧。其实他是可能承受很大压力的，但是我那时就没什么留意到。而且呢，他跟我先生的关系，即是初初的时候，他们很有趣的，即是他们是可以很好，可以很 friend， 一起玩，很开心。但是呢，有时候又无啦啦一嗌交的时候，就嗌到很严重了，又很生气，大家都。我叫他很麻烦。但是即係好感恩啦，其實即係神係好保守啊，即係藉住呢個疫情咧，其實令到佢哋嘅關係咧，反而係即係進步咗好多咯。咁我開始嘅時候係冇乜留意啦，咁然之後發覺咗，點解佢情緒好似有少少唔同啊？冇平時咁開心啊，或者有少少唔同咁樣。咁後屘同佢傾翻嘅時候咧，先發覺咧，佢係覺得我哋又成日看住咗佢啦，咁可能佢又驚我哋會看住佢啦。其實主要係佢驚我哋看住佢啦，就好多嘢又驚我哋又話佢依樣，又話佢嗰樣啦咁樣。咁所以咧，佢有呢個擔心嘅時候咧，佢就有少少負面情緒啦，又冇得同佢啲朋友玩啦。咁但係後屘咧，就發現哦，原來爹哋媽咪都唔會咁樣話我嘅咁樣，咁佢就安樂啲啦。咁佢又即係輕鬆翻少少啦。咁同埋佢就因為我先生喺屋企做嘢咧，佢係做啲 IT 嘅嘢嘅。我个女咧就变咗有时间系成日黐住佢爹哋啊，又上去睇下佢做乜嘢啊，咁又发觉啊、哦，原来爹哋做呢啲嘢都好好、啊、好叻咁、啊、样，咁跟住佢就变咗会对爹哋个感觉好咗啦，咁又佢自己亦都系好中意电脑方面嘅嘢啦，佢又会自己即系喺网上边自己 set up server 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佢即系玩打机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佢咧又唔明白嘅地方咧，佢又可以问爹哋啦，咁变咗咧，其实佢哋而家嘅关系就会好咗好多咯，咁但系即系知道好多家长喺疫情之下咧。都比較辛苦，因為同啲子女嘅關係有陣時會比較緊張，因為大家都係困住喺一間屋裏面啊嘛。係，我哋知道好似你同阿 Kevin 啊，你先生咧，即係有呢方面嘅恩賜啦，幫助到個女兒，咁大家嘅關係咧係改善咗。咁你可唔可以分享喺點樣喺呢個環境之下有呢啲技巧，或者係點樣嚟到幫助令到細路仔同家長的關係會更加好呢？
可以啊，因为呢其实这些技巧有很多啦，那我今天呢就想了三样比较常见啦，我们经常都要用到的东西来讲先的。那第一样呢就是我们要帮助小孩子去面对他们的感受。即无论是小个如即未返学的小朋友到你大学的大朋友都是啦，即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是很愿意去聆听他们还有帮助他们去面对他们的感受。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第一样东西我们要做的就是他们过到来的时候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觉得你讲的东西都是无聊东西啦，这样就不会放下手头上的工作。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做紧嘢啦，揿紧电话啦，又或者是用紧电脑啦，咁可能你就唔会拎开呢啲嘢啦。咁我个女都好，佢都好犀利啊！佢几年前咧已经有个好好嘅提醒，佢就连同我讲，佢话即系当佢同我讲嘢嘅时候，通常我都会听佢讲嘅，但系有阵时咧，当我真系即系好攰啊，想自己做下自己嘢嘅时候，咁佢就会同我讲话。你是不是即是他用英文跟我讲，就是你是不是爱我的，你爱我呢你就要摆低所有东西听我讲。哇是其实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来的，因为真的即小朋友就是这样去很直接的他们感受你爱不爱我，他们就是这样去感受。那我们就放低手头上的工作去听他们讲。咁佢哋当佢哋讲咗俾我哋听嘅时候咧，佢哋系唔知道究竟自己呢个咩情绪，因为其实我哋中国人系好少讲我哋嘅情绪嘅。就算我哋大人都好少话我今日开心，我今日唔开心啊，或者乜嘢比较少讲。咁系小朋友更加唔知道佢其实经历紧嘅系乜嘢。咁当我哋可以帮佢去做一个即系标签出嚟。知道呢个系咩情绪嘅时候咧，对佢哋好大帮助嘅。譬如咧，佢哋受到挫折嘅时候，我哋话：哦，你做咗好多次，试咗做呢题题目好多次，但系个答案都错，你一定觉得好挫败啦。咁样，咁佢咪知系呢个名系乜嘢？咁佢下次咪可以表达到我自己咯。我自己觉得好挫败，或者我自己觉得好乜嘢，咁佢就可以讲到出嚟啦。咁呢一个系好重要咯，系可以帮助到佢哋了解佢哋自己啦，同埋了解究竟发生紧咩事嘅。系。好多时系啊，我哋做父母系疏忽咗呢一样嘢，我哋就系冇留意嗰个情感，但系注重嘅咧就系做事情，注重咧就系吩咐仔女要做得好，但系冇留意到佢嘅心里边嘅要发泄出嚟嘅情绪或者感情啊。系啊，系啊。所以所以第二点咧想讲嘅咧都系因为我哋。中国人的社会啦，通常就觉得爹哋妈咪都是有个权威在度嘛，咁就会叫啲仔女啊，你要做啲乜嘢，我叫你做就做啦，唔好问咁多，或者呢度系我屋企，我话事咁样，好多时会用呢啲方法去同佢哋相处啦。咁但系尤其是喺美国长大的小朋友啦，其实佢哋好唔受呢一套啊嘛，因为佢哋嘅教育系喺。学校里面如果他们觉得老师讲的东西不对，又或者他们有第二些建议，他们都可以跟老师讲，都可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他都是有一个还价的余地啦，又或者是这样是很好的教育来的，因为是当他们第时大个出来做事，这个怎样去跟人家理论啊，或者怎样去跟人家争取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技巧，他们都会学这些东西。如果他们是回到家里用不到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那究竟哪一样才对呢，是不是那就好不是那么好。所以其实呢我们做家长，如果我们想做一些东西是做到的呢，我们最好是跟他做一个拍档，而不要敌对了个关系。如果敌对了的时候他就会有个反叛，我们自己都会，是不是那就觉得你讲亲的东西我都很不喜欢，我觉得你讲得不对，那我就即很不愿意去做，就算肯去做个心里面都是不愿意去做。反而呢如果我们是跟他同一阵线的，我们都是为这件事好的，那我们不如成为一个拍档，那就会好很多了。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跟他们成为拍档呢，就譬如说不要骂他们啦，那就是例如他做功课做得很慢在家做那你看不过眼的时候你可以怎样做呢，那可能你就要坐下跟他谈了。找出个原因，其实你觉得为什么你做功课会做得慢呢，那可能个原因就是说哦，因为呢我有很多呢我平时在学校问老师的，但是我现在没人问我不识，又或者是我问你的时候你又不得闲，那我就没得做下去咯，那我们就可以
我话哦，唔系，其实你可以先做咗啲你识嗰啲题目先，咁你唔识嗰啲留到最后先问我啦，或者点，咁咪变咗大家系一个解决问题，系大家一齐去解决个问题，而唔系你做错嘢，我要话你，你要咁样做先啱，就唔系咁样嘅关系咯。咁当我哋谂到一啲问题，尤其是比较大嘅问题嘅时候啦，例如他们不执房、啊、或者什么、啊、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跟他们坐下真的谈、究竟问题是哪里，究竟怎样可以帮到你呢、然后也都如果他们是写字最好就叫他们写下这个计划是怎样进行，是怎样去帮忙。这样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的参与度很高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多些机会会去进行，就会继续做下去了，这样咯。所以拍档都好紧要啊！嗰啲细路仔长大嘅时候咧，同人拍档，唔系去反对人嘅时候咧，咁你跟人嘅关系都会好好多，我相信。系啊，系啊。咁同埋题外话啦，讲多一样嘢，我觉得好得意啦，就系、是、通常我哋见到咧，例如我哋中国人嘅父母教啲小朋友第一次开门咁样俾个锁匙佢，咁佢可能咧系摆咗入去，即系摆唔到入去，咁你。等佢试咗几秒钟咧，就我哋好忙噶嘛，系咪？个急不及待就攞翻个锁匙，就话唔系啊，你倒转咗啊，又或者直接系帮佢哋摆埋入去，跟住话你转啦咁样。咁变咗咧，其实呢个系咪最好嘅方法咧？未必，因为佢哋系学唔到咁多嘢嘛，系咪？咁反而咧，如果你睇见即系美国人嘅教育里面，佢哋系会点样教佢咧？佢就会俾佢试多几次咯。等他们真的很需要很需要帮忙的时候才帮，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自己拿到一些技巧怎样去解决问题咯。所以、当我们去跟他们、成为拍档去谈的时候、我们都要给一个耐性，等他们可以、有一个时间去想怎样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咯。是，就等于是鼓励给他们有信心、可以能够自立去做事情。是啊，是啊。所以第三点我想讲的呢，就正正是鼓励和赞美的技巧是应该怎样。因为有时候我们很空泛的，即是因为其实呢我们中国人就不惯赞美的。我们就不要赞啊，赞坏了啊，这样是不是？那其实不是的。但是如果你很空泛地赞呢，其实又没什么作用啊，作用唔大。咁例如话，佢哋执咗嘢，你就系话啊，你执咗嘢，好叻喎，咁样，咁系开心嘅，都系有少少嘅作用喺度嘅。但系个作用咧就未必系最大啦。咁例如我哋赞美嘅时候，可以讲啲比较实质嘅嘢啦。例如话佢哋执咗个玩具，咁你可以同佢讲话啊，我见到你执咗个玩具，你好乖，今日咁样咧，一方面咧又唔会棘到爹哋妈咪啦。咁同埋你下次搵呢个玩具嗰时候，你又会知摆喺边，你真系咁样做啦，我好欣赏啊。咁样嘅时候，佢哋就唔单止系受到你嘅赞美啦，亦都系得到嘅资讯，就系究竟点解我要做呢样嘢啦。系。咁例如话，佢哋做完功课咁样，今日好快做好啲功课啦，就话啊，我见到你咧都有用我哋寻日个计划去做晒啲功课，今日咧真系付出咗好多努力啦，同埋你真系做得快咗。咁咪好好咯，因为咧到时妈咪都翻完工啦，就可以咧同你睇一个少少嘅卡通啦，或者可以同你玩一个游戏啦，都可以咁、哦。咁变咗咧，呢一啲系一啲好好嘅技巧嚟嘅，因为好多时咧，中国人嘅社会我哋惯用惩罚嘅方式啊。如果你冇做到，我就罚你咁样。咁但系罚咧，未必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嚟嘅，因为当你罚一个人嘅时候，当个惩罚者唔喺佢身边嘅时候咧，佢就可能唔会再做呢一啲嘢啦，因为唔系由心而发啊嘛。咁而呢个鼓励啊、赞美嘅技巧咧，其实系可以应用喺唔知小朋友身上啊、大朋友啦，甚至你嘅配偶啦，或者你嘅 boss 身上都可以用得着噶。系非常好，系啊。咁我哋好多时咧做父母咧，其实有好多嘢都系。一路得仔女长大，我哋一路学嘅。咁好多时我哋觉得我哋都系唔系好足够。你有咩书可以介绍俾啲父母可以喺呢方面有更多嘅认识呢？有一本书咧，我自己就好欣赏，佢叫做Grace Based Parenting。咁佢有中文版嘅，中文版咧就叫做恩典全家。恩典就系 Grace 个恩典啦，全就系传宗接代个传啦，家就系家庭个家啦。咁佢里面咧讲到嘅咧就系点样用恩典嘅方式去对待啲小朋友。因为其实神系俾咗好多好多恩典我哋啊嘛。咁点解我哋唔可以将呢一啲少少嘅，即系我哋其中的一些恩典去即
对啲小朋友咧，咁佢入边咧有好多 building blocks 嘅，即系话你可以点样做点样做，可以令到你对个小朋友关系好啦，同埋有一个恩典喺你个家庭里面咯。咁呢本书咧都系好推荐嘅，或者我哋即系迟啲有机会都可以讲下。好好好，Doris， 系我觉得你今日所分享嘅咧，对我哋呢啲嘅父母嚟讲咧，都好有帮助。特别是我们见到你讲到这个恩典的时候，我有一节经文跟大家分享，在诗篇127篇第三节经文是这样讲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节的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生养儿女呢，其实都是好神好大的恩典，亦都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来的，给我们能够藉着子女呢，能够在家庭里面一代一代地延伸下去啦。还有我们亦都看着，因为有神这个恩典的时候呢，给我们能够，虽然间不是说完全做得好好，有时还有时我们都是会有这个失落，或者我们在这个情绪上都是处理得不好，但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来到帮助到我们的儿女，给他们能够是在这个心心灵呢都是成长来到长大的。所以我们今天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有机会再一次访问Doris。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就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你亦都是看顾我们地上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家庭有子女，也都感谢你藉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给我们知道学习用圣经的话语，用你的爱来帮助我们的子女。主，我们又求主你纪念我们今日每一位的听众和他们的子女，我们求天父你帮助，给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恩典，给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爱，也给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圣经里面的话语的教导，也都帮助我们。主，你来到纪念我们1430的听众，求主你来到恩待保守我们的家长，特别在这个疫情之下，求主你来到帮助，给每一个家庭在他们跟子女相处的时候都有主你的平安，有主你的喜乐，还有主你的教导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所以庆幸今晚暖
神爱一一心上挂，他叫我归家，每到中秋加倍地记挂。神光天地线的听众你们好，多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改了时段，由星期六的晚上改成星期六的下午一点半至到两点播出。神光天地线这个节目是由提摩太国际门训事工奉献赞助播出的。如果你有感动支持这个福音节目，你可以发电邮至 tidtus@gmail.com tidtus@gmail.com。 记住啦，我们的新节目时间是逢星期六下午一点半至到两点钟，约定你的了。